上面。他应该算顶楼14楼呀。浓烟从阳台窜出，消防队搭云梯车救援。5楼起火，14楼也不断冒烟。啊，今晚不快点会，他是没有看到火。你看到之后都只看到烟就对了。看到烟而已。啊，一直在救人下来就对了。对啊，烟囱效应，浓烟往上窜，大楼住户全疏散。这是高雄左营区介寿路一栋大楼，除夕夜晚间8点多发生火警，住5楼的一家三口，屋主的女儿要煮东西，水一倒下去就冒火烟。由于屋内堆放非常多的杂物，火烟迅速燃烧。82岁的老妇人当时正在浴室洗澡，被浓烟呛昏，获救时没有生命迹象，幸好送医抢救，恢复心跳。妈妈在浴室洗澡，带爸爸出来。哦，先带爸爸出来。后来妈妈在浴室就来不及出来。来不及出来。事隔一夜，有些大楼住户还是余悸犹存。吓死啊！对呀、啊，10辆车嘞。烟很厚而已啊。烟很厚很大，那时候怎么办啊？那时候我们带小朋友赶快跑出来。对啊，赶快跑出来啊！在吃围炉。刚好吃完了。吃完了，听到消防车的声音。没有，我们是听到大楼。广播，对，围炉吃年夜饭，因为屋主主食不慎冒浓烟，导致左邻右舍度过一场惊魂除夕夜。TVBS 新闻赵丽高雄报道。过年返乡不可能不塞车吧？就靠免塞神器 TVBS 新闻 APP， 地雷路段只爆没，一目了然。快避开指定公里处塞车状况，这边没塞，随选随看最新新闻，同时及时掌握。过年返乡不卡卡，快下载 TVBS 新闻 APP。